其实哦，他看到电视说死了十几个人，老人家都会担心，而且很多人也问我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哈，林委员部长，你的看法呢？好，我话呢，咱我们刚才先出，我哪里可以说明起来啦？那你要不要一个说明，就不同了。不，主席，这个回答一下了，因为民众真的蛮关心的。好，我们就。民众很关心了，回答一下。刚开始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先做程序上讨论。不过既然林委员有这样的，是不是陈部长你简单回答一下？很明确的答应答应一下就好。你看得来了就。因为伊也无看到人。我简单回答一下。哦，这种死亡各种可能性都有了哈，但不能排除，就是说哈，跟因为打过疫苗以后他就走掉了。但现在是目前是一个持续的相关，所以还是要到我们的哈预防这个应该是救济哈的专家委员会来讨论的哈。那不过呢，就是说整体来看，从国外的资料来看，哈也都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死亡数哈。那但是目前大家还是认为说这是利大于弊哈，我们还是建议要打。建议要打是吧？因为是利大于弊了。其实很多长辈老人家他们真的很担心呐。